三叔公说河流水猴子是淹死的人变的，会学人说话，还专吃人头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出事了，河边死人了。是他，是他又会淫泪。大家准备，水猴子来了。水鬼爷爷的下场，祭品的事不能再拖。水猴子毁了一切，我要为文迪和陆生报仇。一直到见祭品。三叔公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全村的平安。活水圣发誓，